大家早安，这里是熊现场。我们先带你来看到，这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在21号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导致有14个人死亡，是当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好，现在就被发现，当时有一名记者是挺身救援，朝着歹徒爆粗口飙骂，要对方朝他开枪，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还帮助了民众逃脱，不断向警方提供消息。这样英勇的行为获得当地媒体的盛赞，而捷克的公家机关也降半旗致哀。民众在正午的时候默哀一分钟，要悼念罹难者。好，另外来关注到是，俄罗斯即将在明年的3月份要举行总统大选，除了现任总统普丁之外，其实还有人也想要来角逐。好，这是前电视台女记者邓佐娃，她也申请参选，但是呢，在俄罗斯的中选会当中，是以文件不齐全为由，全体的委员是投票驳回了她的参选申请。邓佐娃是前电视台的记者和市议员，致力于和平和民主的进程，要结束乌克兰战争和释放政治犯作为竞选的纲领。而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就表态想要参选总统，一度造成轰动。好，另外来看到这个是在以哈战争的部分，联合国安理会在昨天在美俄弃权之下通过了强化对加萨地区的人道救援的决议，但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就批评说，以色列军方的军事行动已经对人道救援 构成了重大阻碍。Many people are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umanitarian operation in Gaza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rucks from the Egyptian Red Crescent, the UN, and other partners that are allowed to unload aid across the border. This is a mistake.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the way Israel is conducting this offensive is creating massive obstacle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itarian aid inside Gaza.好，这是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当中，在美俄两国的弃权之下，其他国家投下了赞成票的结果，要通过呼吁立刻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对加萨提供更广泛安全的人道救援。但是这个决议案当中并没有提到的是立即停火。现在联合国秘书长就指出说，以色列在加萨地区的攻击行为已经对人道救援构成了重大阻碍，因为目前救援物资仅仅能够供应加萨当地10%的人口需求。好，就在这个西方国家欢庆耶诞佳节之际，以色列还是持续轰炸加萨这边，当然很多的纽约民众就走上街头抗议了，抗议的就是以色列持续轰炸，呼吁应该立刻停火。好，画面上您可以看到呢，有非常多挺巴勒斯坦的纽约民众就在耶诞节前夕这个周末走上街头，他们高举抗议的牌子，在纽约最热闹的商业区中央公园旁边第五大道这里发起街头抗议，要诉求以色列尽快停火。而其中有数名身穿深色衣服、头戴高帽的极端保守派的犹太人、哈希迪犹太人，他们同样也走上街头，高举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锡安主义的牌子，加入抗议行。好，持续来关注到，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4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长为台湾军队要建立全面性的培训计划。这一项法案总额是高达8860亿美元，当中是要求扩大美台军事合作、共享资讯跟加强专业的军事教育等等，要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这个法案也要求要扩大美台军事网络合作，并且定期说明对台军售的交付过程，但是有可能也会让北京进一步的有反弹的声音。好，另外来看到，这是日本政府他们在22号就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跟运用的指南，并且决定说要向美国这边来出口美企授权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3型的防空飞弹的系统，要填补美方因为军援乌克兰所以短少的库存。那另外呢，在日本的内阁22号有批准了2024的预算法案。好，其中可以被发现到的是，防卫预算高达了7兆9500亿日元。其实呢，这项法案有专家就分析说，这是岸田政府在1年前通过的新案保卫计划，已经进入了第2年。大陆的学者是吕耀东，他就表示说，这个战略其实聚焦强化日本打击能力，还有加强飞弹的防御网。日本过去在基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情况下，更多是拥有这个防御性的武器。那么如果要实行对的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的话，
那么日本就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攻击能力的这样一些武器了。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